是因为你们涉及了贝拉第一月的那一个封面人物嘛。我先开始问第一个部分啊，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东西？这最近都在忙着，因为我们最近圣诞节有一个举办一个很大的市集，圣诞市集。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自律对我来说是你的从中会有一些emergency的东西进来，但是你们我还是会把它拉回来，比如说稳重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诚信的。早安各位，上一个影片应该是正常发型的，这个头发发型呢，你们应该是第一次才看到啦，还可以吧？你没有像换了一个男朋友？其实我感觉我在跟男生交往，出轨了。他每次这样讲我，讲这样子很像男生。这个影片呢，主要是我想 try 看，因为我已经太习惯长长的 vlog 了，就是电影级的 vlog， 所以想说，我可以来拍一个礼拜的 vlog， 我们来 try 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周记。周记，哎。哇，老诶，以前读宽周，你忘记要写周记这个东西啊？对，我们可以 try 看完。日记已经不够书生记录了。因为这个礼拜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安排了好多好多工作，也不是啦，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想要记录一下，这一个礼拜的日常。刚刚呢就有接受其他贝拉的采访，然后那个时间太赶了，我就唐呼了，这样子拍一下。就是刚刚采访呢是在采访一夜的内容，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一夜有什么新东西玩。我们现在出发去到公司拍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早餐。优格水果，来试看我今天的搭配。我今天搭配的是蓝莓香蕉，哦，这就是 smart take 过不到最尴尬的时候啊！退后哎，退后骂人了，他不退后我承受不到的。给大家看，等一下要化的妆，虽然讲人长得不一样，但是妆是可以一样的。耶、yeah, ！我的妆已经好了，是不是长得不一样，但是可以很相似，是吧，二姐？我好喜欢这个。我想说，我的头发已经非常非常的，讲好听一点是英气，讲难听一点就有点男色了。所以我想说，化妆的部分可能就是需要再更有节庆一点。头发的话，我是完全没有打理，因为就是让这头发在我的头上。就是给大家印象久一点点，然后我们再去做别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我的穿搭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感觉，就是中性又有点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背景，噔噔，就是非常的有 feel， 是不是？这是我们团队帮我弄的，耶！在茫茫的时候有人帮你做这些事情，好幸福。现在我们在弄着我们的灯，然后后面的感觉会是这样。会比较拍一点小复古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呢，我的造型很不适合，我现在有点像日本的小妹子，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今天拍的业配呢，就是 Lacrimeria，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十二月尾呢，一定会做的一个固定的业配。固定每年圣诞节业配，我们做了就第三年了吧？应该是第三次了。对，第三次啊。当然是少不了 Lacrimeria。 这个是很厉害哦，我们的 CYP 团队设置的，其实我们只是拿 reference 给照片罢了，我们就去 sell 了。空罐，所以我们要减少我们的冰淇淋的体积，就把它挖出来啊。OK， 现在我们 deco 就是这样，因为要收到全部的 ice cream flavor， 就是拍这种啊，不能有那种冰霜，所以要随时一直在买。我的部分拍好了。Oh my god， 我们拍摄就是这样子，然后 set 了很久，布置背景很久，一下子就要弄掉完了。这背景很好看呢。Oh my god！ 怎么你？你感叹什么？还没煮啊，好累啊。然后今天是礼拜天。对咯，今天礼拜天。喂，我们上面给钱给家是吗？哈。
耶、yeah, 各位我现在放饭了，菜场我还继续拍，好好好，给你们看我今天吃的晚餐是健康餐，可是嗯这个酱料好像很多，这样就是一个豆腐的一个健康餐，然后呢我的风景是这样子，他们在拍摄着，就是我先拍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叫这间家，不知道好不好吃，吃一下的豆腐。我现在每个晚餐呢都是在吃减脂餐，想要身材再好一点， so 正在努力着，好好吃哦，可是这个确定不会胖没？好好吃哦，这减脂餐。对，再打我们做工了，不好意思啊，干嘛还做工了？我还吃东西。我叫的是有那个 konjac noodle 的，你们知道 konjac noodle 吗？对，这种比较健康一点，有奶饱。算是好吃的，但是没有什么味道。这家辣椒蟹料我之后可能会再叫，哎，蛮好吃的。它里面就是 konjac noodle 豆腐 broccoli， 然后鸡蛋，还有炸工，还有包菜 ，which is 是我都不吃的。豆腐真的很好吃。耶、yeah, ，今天就是第二天的拍摄，然后今天呢，在一个非常古董的地方拍摄，给大家看，这里真的很漂亮，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董的东西，然后呢，这些古董的东西呢都会卖的哦，已经是无价之宝那种感觉了。看看这个是喇叭哎，然后这就是那个胶卷带的。好多，看这些，这个黑胶唱片。这家店不是专门只卖古董哦，它是一个 cafe 的地方，这边都是 cafe 机啊，然后咖啡机啊这些。这边不只有咖啡，也是有一些早餐小吃的东西。那种黑胶唱片啊，很可爱耶，真的好可爱哦。不知道现在的零零后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就是里面一片一片一张的 CD。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团队正在要布置等一下拍照的地方。呀、yeah, ，这就是我们的 deco 啊！今天的主角就是 Edward。然后呢，这次的拍摄感觉要是有一点 gathering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 CYP 的人要来下海玩了。欢迎来到我的炸饭天堂。他们吃午餐。这间 KD 的炸饭真的很好吃，只是这个炸饭有时候不小心会算你很贵吧？看人看人。看人。这一样是 Greek yogurt， 然后放了香蕉、蓝莓跟一个巧克力球。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家了，也是。加上钱。你很无聊哎，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开会是 for HoHoLand。 这影片播出的时候 HoHoLand 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也是一个过程，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接下来希望可以有机会办更多的活动。对，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活动。对的，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筹备最帅这一次的活动呀。刚刚呢开完会洗个澡了，然后现在我要想要为明天的拍摄做准备，因为明天我受邀Terry Birch 拍了一个照片影片这样子。 before 拍摄前呢，我都会要弄干干净净这样子啊，因为 before 我接触
脱毛仪之前呢，我是一个很我是一个长毛很茂盛的人。如果有看过我直播的，都大概会知道，就是来我早上剃毛了过后，不到大概傍晚的时候就会长毛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为拍摄做准备啦。然后刚好我也是收到了一个 U Light 的新品耶，超好看的，各位 U Light A7 的新品，看到吗？超级好看的这个雾霾紫色，然后今天就想要来 test 一下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觉得外形上面各有各的好看，各有各好看的颜色，反而它变薄好多，重量的话它也变轻很多，这样子 feel 到好明显哦。官方是讲它变轻了13克，然后变薄了4 mm。真的好轻哦，天！然后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功能有没有，进步了什么呢？这个也变成紫色了哎，好可爱哦！它整套配起来的颜值超高的，是女生都会很爱的颜色。开店啦！哦，这次它的按钮是在边边小小个圆圆的，这边圆圆小小个的。我觉得声音有变小了哎，我们来对比一下声音好不好？这个是紫色的，这个是绿色的，声音有明显的变小了很多。然后呢 ，U Light H 呢已经变成3个模式档，大家可以看到3个亮灯嘛。第一档呢是轻柔模式，它主要对应的部位呢就是唇毛啊、手指啊，还有比基尼的地方。第二档呢是身体模式，那它对应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腋下、手毛、脚毛啊，还有我们的前胸跟后背这些部位。第三档呢是强力模式，然后它是对应那些比较硬一点的毛发，我觉得蛮适合男生的胡子啊，跟腿毛这些比较适合男生的部位。OK， 然后呢，我现在要开始除毛了。哦，哎，等一下，哎，我觉得它冰感的升级有提高哎，这个蓝宝石头啊，这个接触的更冰一点，更冻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它除毛痛感会更低耶。我好想直接跳强力模式哦，不怕了，不要再怕了。等它亮灯，开始打。哦，哦，各位，等一下，它太快了，等一下。各位，我在刚在 try 一个模式，就是它现在呢有一个连打的模式，我觉得 U Light 一定是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啊。So 呢，现在你只要按这开始他的连打了，我就是不用看他，他就是在帮我工作了，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在，就是知道你在打磨部位，然后呢，你就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像是看戏啊，你也不用一直看着他的。其实上一代模式哦，你必须要专注的看他的亮灯亮了没有，我必须要看他亮了，我还可以打，所以他的反应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呢，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是它的触光速度变快很多，像是原本这触光速度0.9秒，到这个 U Light H 呢，已经升级到0.7秒了，就很像这个冰点头啊，它只要我们用的比较久，时间一久哦，其实这边的冰感会慢慢的削弱，会慢慢的没有那么强了。我一边讲话一边除我的脚毛，它现在已经升级到可以维持30分钟它的冰感度。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打，我的整只脚都要打完了，已经很快了，各位。就是你一个部位，你不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它就可以很快的解决啊你想要脱毛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它的能量也是有提升的，就是你的能量越大，就代表呢你的脱毛的效果就会越好咯，就不会那么快长出来咯。各位，我忘记一点了，我必须要戴眼镜。我忘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除毛的时候哦，一定要记得戴它有配送好的一个墨镜，因为我平时我都不戴墨镜的原因是我要一边除毛一边做事情一边看东西，所以我都不太会佩戴这个墨镜，因为它的冰头哦，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哦，你到底除我哪个地方了。像我上一集有讲过，就是你感受到的冰会大于痛，所以你 feel 到的是
像是有人在触碰你的肌肤这样子，踏踏踏这样子的感受而已。呀，就是大家，我的四肢就在这个不到十分钟就已经解决完了，很快吧？我觉得 Ulight 真的有在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就是我上一集讲过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在拿到新品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它有改变了，它有提升了。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送礼的一个礼物来的，因为像男生女生其实都很需要到除毛，来除毛给你的肤感感觉很不一样，就是你可以 feel 到你的肌肤，然后呢它可以更好的吸收你后续的保养啊，像lotion啊这样子的，然后也减少不必要的尴尬啊，像是男生啊，像是蔡常勇呢，他就会来用来剃胡子，因为他不想要胡子嘛，所以他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当然介绍这么多，哪里可以少得了Promo code， 只要现在起呢，到明年的3月11号，用我的 promo code， 赶快截图就可以折扣40令吉。台湾的朋友300块台币，新加坡的朋友新币10块，而且超级划算的，像今天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来补送你没有送到的圣诞节礼物，还可以送啊。新年礼物啊，情人节礼物啊，毕业礼物啊，周年纪念日啊，你认识的第100天礼物都可以使用到它，到明年的3月11号哦。所以呢，你们只要到我影片下面 description 栏里面点击那个 link， 就可以购买到我手上的这个 Ulight H。好，我的除毛也除完了，然后现在也不早了，那我明天也要早起收呀，我们明天见，早安啊。今天是第3天，然后现在是已经是7点半了，大概6点多就已经起来准备好，还没有睡醒，也不懂要讲什么。我们今天的话是叫 Grab， 因为我们的车放在公司，然后啊一堆原因，就是今天没有车用。好了，就是我的 Grab， 呀、yeah, ，我的 Grab 要到了。今天东西有点多，所以我应该就拿不到相机了。呀、yeah, ，我们现在已经到拍摄地点了。然后呢，现在要去 make up， 我很久没有一个人这样子 vlog 了呀。现在呢已经化好妆，然后弄好头发，然后现在要换衣服。大家给你们看一个非常好的消水肿方式，这是一个发型师啊，叫 Cody，哎，传授给我的，就是你把那个塑胶袋绑在耳朵，就很容易消肿。因为刚我看哦，我刚刚的角度哦，我的脸超肿了，所以我现在要用急救法了，还叫一个黑咖啡，然后又用了这个方式。我们俩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现在换衣，然后呢，好好笑哦。我现在还看过这种方式哎，因为我怕我衣服弄把它弄肮脏，所以我要戴着这个头套。等一下我要这样子换一个哎，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好了。大家都在等我，现在去换衣。哒哒，我换好衣服了，这是一个小长裙。好，我现在要去准备拍摄，然后找一下收尾头发啊、妆容这些。各位，我不小心把衣服穿到反了，所以我现在来个急转弯。Oh my god! OK。很好很好，这件衣服是这样子的 ，OK。耶，你可以打招呼，我直接当出镜人家好不好？耶耶耶！我们今天主题是 Wednesday， 嗯，Wednesday 要跳一下。啊，换了第二套服装，这件很好看哎，真的。是不是？我听说这件很适合你，哦，感觉是量身定做的一样。又很凉哦，这个。哇，水这么漂亮。咦？我会讲话，那老油条讲的话。我到了。现在要拍第三套了，然后这套是 bling bling 的。耶，第三套的 outfit 就是这样了。耶！现在我们吃东西、选照片，一成不变的
便当。这个照片应该是会在我 post 影片的时候之前就会有了，给大家可以去帮我 like 一下照片啊。他们一直讲这个很像那个 Wednesday， 最近很红的一个 Netflix 的剧。耶，各位，我现在已经转场了，转去第二个 shoot， 然后呢，这个 shoot 呢，现在在等摄影师来。我们是在一间 cafe shoot 的，这个 cafe 非常有圣诞节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幸好现在人不多，顺便来当做 high tea 一下下午茶。那我点了一杯的地抹茶，的地抹茶是我近期蛮喜欢的饮料，因为它有抹茶，我喜欢的茶味，然后又有咖啡。So 现在只要店有的地抹茶，我大概都会点的地抹茶。我的的地抹茶。哦，对啊，我今天的装扮就是圣诞装，就是要符合拍摄的主题，因为拍摄我们每次都有 brief 的嘛，那个 brief 就是说要圣诞的感觉。哇，豆地抹茶好好喝哦！但是我因为有 less 水，有 less ice， 所以它会偏苦一点，但是是我接受的范围内。今天要拍的就是这个东西，啊，黄黄的，胖达也是在为就是品牌来设定这样。各位，你敢相信吗？我速战速决用了大概20分钟内就已经拍好照片了。哇，今天很棒，而且这个地点就是背景超级好拍。如果大家我这个影片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圣诞节的时候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这边取景的话，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耶，各位，我们终于赶着出来了。刚拍完照过后，我就没有再拍影片，是因为我一到公司呢，我就处理了很多事情。就跟你们讲，宿舍最适合拍周记，因为纠结拍摄都没关系，东西断了没关系。因为我真的很常很常忘记拍影片，因为我只要一有东西做的时候，我会忘记很多事情，我就会太 focus 在处理事情上面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准备去吃晚餐。我们终于这几天忙到有时间是可以跟朋友吃晚餐，朋友慢慢享受晚餐 time 啊。呀，然后呢，这个晚餐也不是自己准备的，所以可以美味一点点，也是属于一些比较健康减脂餐这样子的。很开心这个晚餐可以跟大家一起吃。好，我们等一下看有谁吧。没有想到哦，米歇尔公开男朋友过后就出轨了，各位。其实是跟我出轨啦，出轨，你们两个组合，难道被马赛克的事？可是身材差很远，脱了长袖的服，我要那个水果奶冻。我们有难得吃，我们有免费难得吃。网红就是这样子，很多公关品啊，两张，一张够了，一张够了。留下次，可以往外下面留言。看来他们是第一次收到礼物，对他们根本不想处理，他一脸问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赢了，肉来了，还有哇，兄弟还是一样的，没有，他是两个面粉。因为我现在就尽量少吃淀粉嘛，因为要。就是身材好一点，但是呢，看到这个有一点忍不住。这个是致癌物，他选那个最黑，当然是要选最黑啦。哎，很香哎，我天哪！哪一个？哎，是好吃的哎 ，My God！ 好吃，咬破两口，两口就好。只能吃鸡胸。鸡胸肉。跟你讲，我们真的是突然临时约的，然后临时约呢，只有几只小猫。杰尼，还有梅西哦。耶，我很好约，因为我没有工作。对，这个比较难约，比较难约，住比较远的。哦，你好。过来，100个，那你给你张车。很远很远，单身是这样啊，没有女朋友嘛，就随时随传。他特地抽空过来。昨天大概工作了到一点多，然后弄到来大概2-3点才睡，现在呢，终于有一点时间，因为今天开拍的时间是大概6点，有点来不及，因为突然提早了。我想在车上解决便当。呀，我现在几乎每个礼拜的交通工具都是 Grab。这是我很爱吃的健康餐，Foodbistro。然后我叫的是鸡腿。鸡蛋。然后
我每次吃 cookies cow 呢，都会有叫这个 mushroom rice， 这个超好吃的。然后 edamame fish oil seaweed flat， 然后加工，这个是今天叫的鸡腿肉，开吃啦！书生默默的 decoration， 然后忘记要拍人物了。然后我们现在就住在 Airbnb， 然后也是要拍一个比较圣诞的感觉。然后呢，就选到了这家 Airbnb， 可是它真的是非常图文不符。超级哇！我的手机。手机手机，书生你看它。我的手机。然后现在就 deco 咯，然后今天有两位嘉宾。嘉宾们，主嘉宾，群演的，啊是群演，只要我一上镜我就主角一下。今天要拍的也是 advice， 但是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拍的比较是庆祝圣诞那种感觉。其实一样啊，只是一个 video 一个照片吗？哎呀呀，今天是拍。哇，老爷是不是电脑传不过来了 ？Two one go， 脚是不是脚？哇，老爷。都是这样吗？你不是这样？看我们那个极限哦，拍完没有哦？从头到我们眼哦。慢了，他现在有喜欢这种感觉，看没有，他喜欢那种感觉，是不是因为永杰拍的太慢了哦？什么太慢？永杰只有快，没有慢。永杰是最快男人，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呢就要拍常勇的 part 了，常勇的影片整个黑黑的，我们在吃食物哦，我在吃药。菜刀好了吗？菜刀？这怎么在干什么啊？这个 set 好，如果摄影师会 set 的话，新天会 set 的话是不会这样久的。新天是谁哦？哦你啊？哎呀，拿破相机啊，你才 set 到。耶、yeah, ，我们拍完啦！累死宝宝了。今天第几天我都不记得了，第四天是吗？今天收工啦！早安啊，各位！今天我已经忘记第几天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是15号，因为呢，我们今天就要为明天的 event 做准备，提前一天要就是布置啊那些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前往 the Hoho Land 的 event。然后地点就是在 The Central Depot 啦。好，先跟大家秀一下我今天的早餐，每天都是这样子啦，一样。今天吃 yogurt， 把今天的配料比较不一样，就有草莓、kiwi 跟蓝莓。我吃的 yogurt 呢，都忘记跟大家讲是 Greek yogurt。 Greek yogurt 的话会比较无糖一点，更健康一点，就是难吃。其实也不会到很难吃，只是它更无糖，我已经习惯它了。然后大家如果要买 yogurt 哦，可以，如果有要找这种 Greek yogurt 哦，其实市面上有两种 Greek yogurt， 一个是 Greek style yogurt， 一个是 Greek yogurt， 两个不一样啊。Greek style 的话比较甜一点点，就是假装 Greek yogurt 啦。对，它是假的 Greek yogurt， 但如果你要找更健康的 yogurt 的话，就要找单单纯纯写着 Greek yogurt 的字。好吃。放蓝莓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我今天的配料太酸了，因为我有 kiwi， 我有 strawberry， 然后放有蓝莓又比较甜一点点。给它干。我们到了 Central Depot， 兴奋吗？我们的第一个实体 event。现在呢，我们正在动动啦，开始在吃东西了。来来来，我们第一秒部分现在慢慢进行了，好期待。我们这次用的团队呢是 VK Plus， 他们主要已经有10年的广告印刷跟安装服务了，所以呢，我觉得应该180%没有问题的。很开心，我们现在慢慢等着这起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第一次做 event 啊，做那种 pop up store， 感觉呢是第一次线下跟大家见面，所以很期待。小陶的要出炉了。
的是新的。我觉得好聪明哦，下次我想要参考这样子的方法，因为你这个就给大家看你整个东西在做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太聪明了，我以后要学起来。哇，这边呢就是剪辑的。这个是Flower Boy的吗？没有，是 TNT 的，是帮他做 deco 的。然后这个是男的，好 cute 哦！我竟然没有在介绍我现在穿的衣服，是D喵的衣服哦。这是我们D喵新出的 Polo T， 然后呢，整个色彩是非常非常亮的，很适合很适合在圣诞节的时候穿。所以我们这个 Polo T 呢，主要是会先在 The Hoho Land 先卖抢，先卖三天，然后之后才会上线。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买啦。然后呢，我今天穿的 size 是 S size 的，给大家看 S size 的感觉。我的身高163，它是可以已经折到平的，然后就非常的宽松，然后。它整个不会让你觉得好像窄窄的、啊，像我哦，我们不喜欢穿 polo T 的这个部分是，人家会漱口这样，我们没有做那个设计。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 main logo D 喵，然后这里有我们的 logo， 耶、yeah ！大家记得去 D 喵 .com 购买哦，一起 get 同款，一起 get 同款，耶、yeah ！因为我又忘记拍我的晚餐了，一样是 Kubiscal 的，然后一样是鸡腿肉。总之我的晚餐就是这么朴实无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布布，目前就长这个样子。我们还做一个 touch up 啦， touch up 九点多一个两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的 D 喵 logo 还没有上，因为刚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这边呢就会来摆一些那个衣服。这里是来摆帽子，这里呢是我们的小招牌，就是等一下会换掉。对啊，看就是这里嘞，我们的标语跟我们的一个，敬请期待。然后呢，这里呢是放我们的 D 喵跟 Vicky。Yes， 各位，哇，我的头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呢，要开车去到。中国风买一些其他 booth 要用的东西，我还要负责另外一个 booth 是pre-loved 的，所以我现在要去准备买一些道具呀， yeah， 今天就要弄完了，可以的耶、yeah， 各位，我们就是要等待明天的开张。所以这个一个礼拜的 vlog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来讲也是真正的才五天，但是过得很精彩很丰富，应该时长也非常长。所以我们期待明天，明天呢也是会有，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明天再给大家看啦，我们明天也会有一个 for 三天 Hoho Land 的一个 vlog，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这个 vlog 啦。我们要回去哦，现在已经是12点了，必须要回去了，晚安各位。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 vlog， 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就多多做啦，好，拜拜。